玩乐三分钟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超级飞侠的自然风光盲盒。这是乐迪，现在是飞机形态，开始变身，变成机器人形态。给乐迪拿一盏煤油灯，出去玩喽！打开盒子，装上树屋阳台，还有梯子，装旁边一个小平台，放在这里，还有帐篷放这里。乐迪来玩喽，从梯子上来，乐迪还要拍照。好啦，乐迪要下去喽。乐迪要来观察水流。哦，好可怕的鳄鱼！乐迪吓得躲到了帐篷里。这是多多，现在是飞机形态，开始变身，变成机器人形态。给多多拿上扳手，多多要去干活喽。打开盒子，安装好火山，这是围栏，装在这里，这是火山监测仪。多多过来啦，进去盒子里吧。多多要维修围栏，维修好啦。多多还发现了化石，哦，火山喷发了。好在多多修好了围栏。这是雪儿，现在是飞机形态，开始变身，变成机器人形态。给雪儿拿上稿子，雪儿要去玩耍喽。打开盒子，哇，山上结冰了。这是小海豹，这是北极熊。雪儿过来玩啦，上来滑冰喽。北极熊怎么对着雪堆在叫？原来是乐迪冻在里边了。雪儿快挖乐迪出来。好啦，乐迪出来啦，雪儿走喽，乐迪也走啦。这是小青，现在是飞机形态，开始变身，变成机器人形态。给小青拿上超网，出去玩喽。打开盒子，装上滑梯，还有一个也装好。这是小青的珍珠，放在这里。大章鱼过来了，哦，珍珠掉下去了。小青发现章鱼要偷珍珠，快点下来赶走章鱼。章鱼被小青赶走了，小青成功守护珍珠。这是鸡小子，现在是飞机形态，开始变身，变成机器人形态。给鸡小子拿上稿子，去干活喽。打开盒子，安装
装好铁架。还有铁轨。这是矿车。这是蓝宝石矿，放这里。金小子要来采矿了，坐矿车下去吧。哇塞，金小子挖出了黄金，还有这边是蓝宝石，金小子发达啦。这是小爱，现在是飞机形态，开始变身，变成机器人形态，给小爱戴上浴巾，出去玩喽。打开盒子，哇，是富士山，这是樱花树，放这里。还有小茶几，要放好哦。小爱进来泡温泉啦，好舒服啊。再来荡秋千，下来吧。小爱有些口渴了，我来喝茶喽。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，撕开包装袋，这是小猪佩奇，让佩奇站在这里。我们要来给佩奇拼装王座，开始拼装啦！装上座椅，这是座椅背，装上去。好啦，还有一个装饰品，放这里。佩奇坐上试试，嗯，很合适。我们再给佩奇打扮一下，这是仙女翅膀，给佩奇穿上，插好啦。再戴上皇冠，皇冠戴好啦。这是泰迪熊，给佩奇拿着。还有仙女棒也拿好哦。当当，佩奇变成了仙女公主。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，撕开包装袋，这是小兔瑞贝卡，让瑞贝卡站在这里，来给瑞贝卡拼装积木，摆好桌子，蛋糕放上来，还有椅子放这里，瑞贝卡坐上来。再让瑞贝卡下来，给瑞贝卡套上胡萝卜玩偶服，后面也要套好。带上叶子，哇哦，变成了胡萝卜瑞贝卡，好可爱呀。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，撕开包装袋，这是小猪佩奇的弟弟小猪乔治，乔治来拼装积木了。乔治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，
放上底座，一棵树木拼好了，来给乔治套上恐龙服。太好了，乔治变成了恐龙乔治，这是乔治的恐龙玩偶。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，撕开包装袋，这是佩奇的好朋友小羊苏西，苏西也来拼装积木了，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。放好底座，装上柜子，还有另一个柜子，给小羊苏西拿上医药箱，带好听诊器，戴上护士帽，这是护士小羊苏西。小朋友们，这期视频你们喜欢吗？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